本来就力拼50万公投连续，为的不只是健康，还要戳破谎言。原来用来猪灌不到国际空间。外交部坦言放弃在世卫执行委员会推动我国参与 WHO 提案，也避免就是说外界可能赋予这个我们推动 WHO 是一个泛政治化这样可能的误解。外交部说的话其实就是个托词啦。为什么自动缴械？怕什么？民进党常常把外交当成是大内宣，所以造成很多应该要 务实实际参与的，最后变成也没有办法参与。我们居然先自我阉割、自我放弃，那个就代表说，是不是今年的 WHA 已经不要去了？那怎么可以没有努力一下就放弃呢？就像莱猪没有努力跟美国去谈判，要一点筹码，然后就投降，如出一辙啊！哎，这个蔡政府 其软弱无比啊！网友傻眼开酸，这是直接投降吗？莱猪换到的国际空间呢？没想到吃了莱猪，还要主动放弃国际地位。伊即摆要搁进，伊个莱猪来，啊，唔得甲咱百姓当作笑的，对不对？我感觉安尼无理啦，无理伊是要毒害咱百姓嘛，对不对？吼，伊欢喜就要做，啊唔欢喜就无爱做，无意思。啊，政府伊即摆甲咱这百姓的性命当作迄个棒仔糖。 外交部直接放弃，连演都不演，到底是打脸蔡总统反连承诺，还是真以为全民能继续假装看不见真相？记者综合报道。